将折叠式机翼和底部支架展开。把飞行器放置在水平面上，长按电源键启动。扫描说明书上的二维码，下载专用 APP。下载完成后，再打开手机 WiFi， 选择飞行器 WiFi， 点击连接，打开 APP， 选择所购买飞机机型。打开遥控器开关，进行对频，将遥杆推至顶部，再拉到底部，飞行器指示灯变成常亮，对频成功。按下校正键，完成陀螺仪校准，将遥杆推至顶部，解锁启动，再按一键起飞按键，体验飞行的乐趣。